翠鸟属翠鸟科，翠鸟科的鸟类大都有亮丽鲜艳的羽色。翠鸟的身体颜色以亮丽的蓝绿色为主，是大自然里会飞的蓝宝石。翠鸟生活在平地至中海拔地区的湖泊、池塘、溪流、沟渠等水域地带，生活环境跟水鸟类一样，因为它们以鱼、虾等为主食，易歼食水生昆虫、蛙类等小动物。不同于水鸟类有长长的脚及脖子，以便于站在水中捕捉鱼虾，翠鸟是标准的短腿族，更没有长长的脖子，所以猎捕方式跟水鸟类也有所不同。